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超聚焦。1月10号，这说不完的东西，爱泼斯坦的死因。这也是刚刚登陆，其实是昨天晚上的节目。皮尔斯摩根，英国 Sky News 的著名的主播，他是很有名了，在整个英文的环境中很有名。他昨天跟他的跟爱泼斯坦弟弟叫 Mark 爱泼斯坦。做了一期节目，大概60分钟，然后主要他的兄弟就是马克·爱泼斯坦对他哥哥的死因提出了完全的质疑。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梗概，因为这些质疑呢，很多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那他大概的梗概就是谁杀了，就说他不可能是自杀。他提出不可能自杀的原因呢，就是他当时死那个监狱里的状况不太允许他自杀，说发现他时的状况是自己把身体挂在床上了，挂在床上，主要是脖子上。但是从他到死到救护人员出现中间大概间隔了2个小时到6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了，这是法医做出来的决定。而法医做出决定的法医的本身是纽约的首席法医医师，没有见过他的尸体，没有见过他的尸体。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调查当时的，就询问当时的抢救人员跟医护人员。我就讲他马克·爱泼斯坦他质疑的地方。当救护的人员到达监狱的时候，他的人的尸体已经被转到医护室了，然后他就提到，他说从正常的角度来讲，应该在原地不动。他说如果上吊的话，他的血液应该在下面，血液不应该在上面，大概就提出了类似这种理论说法。而里面比较下定论的自杀定论来自于当时的巴尔。2019年，他死亡时间是2018年8月份。2019年，巴尔确定他是自杀，原因就是来自于当时的那个纽约的首席的这个法医。但是这个马克·爱泼斯坦自己呢，他肯定家里也有钱，他雇佣了他的法医律师。他的法医呢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就质疑了那个法医。他大概就讲述了在人的喉咙里面，如果他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块软骨头，他说如果人自杀的话，那块软骨头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是被他杀的话，那块软骨头应该是什么样。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发力，就是发力者的状况，自杀用绳子装了他就不会触及到那地方，但如果别人来自于别人去杀他的话，肯定会碰到那块骨头。所以他的最大质疑就在解剖上。他说但是呢，真正下定论的人却没有看到解剖。所以马克就认为呢，皮尔斯摩根就追问他说谁应该对此事负责。然后他就讲说肯定是愿意他不说话保持沉默的人。所以这个理论一直在被争论的，这不是一个现在提出来的。在爱泼斯坦刚刚死的时候就提到说谁会杀他，那现在的法庭文件被披露出来，法庭文件呢都是有权势的文，对吧？有权势的人当时在被审的过程中，就是这个证人出来，这个案子被审的期间，2016、2017，他是2018死的，所以呢，在被审期间，这些文件都被扣在司法档案里头，司法部知道，这是肯定的。那也就讲说，是不是司法，他们就认为司法部是就是巴尔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正公开讨论的内容。那对于我们来讲，我就跟大家朋友介绍了，因为他应景的时间点就是法庭文件被披露出来，但是这个人应该已经没了，对不对？
那你尸体也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反正已经木已成舟了，你会怎么样？那我跟大家介绍就是把这个新闻就回复过来，这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的。所以这种整体的背景资料呢，一直延伸到2015、2016，因为2017川普就上台了，所以他出事的时间是在川普在台上的时间，2018年。所以这就代表着更被显的是美国的一个大的框架，一个大的时代的框架。我个人就很不确，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我们也并不清楚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那这是一种公共的展现，但是怀疑他是被杀掉了，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盛行。爱泼斯坦兄弟有关兄长死亡的理论再次被揭出，他认为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基本上这样。是皮尔斯摩根的节目里面，在昨天晚上就讲出这样，所以他认为是有权势的人杀了他。2019年8月10号，他在纽约大都会的牢房里发现被绞死，而他当时正在等待着审判，被送到当地医院并宣布死亡之前，警卫曾经试图让他恢复，警卫本身呢也就被调查等诸如此类，就是这样。纽约首席法医叫芭芭拉，8月11号宣布，对他进行尸体解剖，结论就是死亡，所以10号死亡，11号解剖，医生观察到尸体解剖，而爱泼斯坦的兄弟叫马克爱泼斯坦，他雇佣了法医叫病理学家迈克尔贝登，那他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对上述结论提出质疑，他说爱泼斯坦叫靠近亚当苹果的舌骨断裂，所以有块软骨头，他说在自杀中很少出现，这是极不寻常的，而在他杀中这是最常见的，所以那他的理论就是很具有证据，那这个人肯定应该也见过，也在解剖上见过这个尸体，所以他说，但法医办公室却坚持他的结果，所以他的死因就是自杀，这是他坚持的。那马克爱泼斯坦是他自己雇佣的，但是呢，人死了必须由司法部确定，因为他死在监狱里面，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很显然，国家司法部拥有绝对权利，定性的权利。进行尸体解剖的实际病理学家没有确定他死亡。马克爱泼斯坦明确讲说他们不能确定，所以应该更像是被杀的，所以应该被进一步进行调查。然后他提到说，但是几天后，司法部的巴尔宣布这是自杀，纽约的首席病理学家没有看到尸体，宣称是自杀，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几天之后进行调查，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把它定性为作为自杀，却没有进行调查。如果你宣布某人死于自杀的话，真的也就没有什么可调查了。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他的论点，自杀当然没有必要再调查。所以也就巴尔跟首席解剖员说他是自杀，而首席解剖法医却没有见过尸体，而见过尸体的实际见过尸体和解剖的医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定性他是自杀。不，这就所以大家的问题，我相信问题就很自然，我自然就出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是他兄弟在回忆当时的状况，然后他提到说，更令人质疑的就是，去医院急救的人员从来没有被询问过，医护人员、医院的人员也没有被询问过，没有我们找不到医疗记录，我们没有911。如果这是自杀的话，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哎呀，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情况。我们因为他问的他皮尔斯摩根也挺厉害，他直接就碰见这些问题。
因为他的节目抨击这个问题就会抨击到很多人的利益，对不对？知道真相的利益。他说有四个人，我们试图找出他身体部位很有说服力的，但我们找不到。他说里面牵扯到四个人，他们把他的尸体从移到了监狱的医护室里面，就从他的监禁室里面。当急救人员被叫到监狱的时候，他已经在医务室死了。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至少两个小时，也就是尸体解剖显示这不是问题，但他可能实际死了六个小时，不是两个小时。在司法部的报告中说他是上吊自杀，坐着死的，两腿伸在他面前，捆在他上铺上，然后人们把他隔开，他才卸下来。他的臀部距离地面一英寸，这很难想，这个确实很难想象。因为医院里，因为在监狱里面防止人们自杀，他会有相应的设施的。他说你想象一下，他整个体重挂在脖子上，那他的脚跟腿末端有一些重量，因为如果你这么挂的话一般很难会挂死，因为人会，这是通常道理，他腿跟脚都在地上，他屁股离地面只有一英寸，他自然反抗就会怼起来，就死不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脖子有痕迹，如果是挂着，他说然后直接向后挂着，打的那个结呢是在他下巴下面，然后回到他耳朵上捆着东西，这就是打结的方式。所以他提到说他的哥哥身上血到聚集在哪里，所以他就提到血液应该没有循环，应该在下身，但实际看起来应该不是。里面讲了很多细节，是这样的细节啊，挂了细节。然后谁应该对他负责任，他说这是一个好问题，肯定是想让他不说话的人。在这里面他再次提到巴尔，巴尔说没有人进入或者退出这个地方，所以应该是自杀，所以巴尔下的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出监狱的。所以他说该层还有第11号和11个或者12名其他囚犯，那些人有可能去进去杀了他，但为什么掩盖？如果只是另外一个囚犯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找出这是谁来谋杀罪起诉他？所以似乎没有理由掩盖这一点。我们无法获得那些，我们没有能力获得那些在等同的那些其他囚犯。他说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叫塔塔莫尔，现在问题就变了，那天晚上谁在哪里头，他们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什么时候又被调走的，这就不知道。所以沉默，所以他的质疑就是其实有人进了同层牢房，然后有同层牢房又给弄走了，大概并不是其他人，而是监狱里面的人。那一定有人想不让他说话，所以就死了。那而所有的故事呢，结论都在司法部里面，控制司法部的是巴尔。我就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个人也没得说确认是跟不是，很难说这么是跟不是，对不对？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但很显然2024年就出现了一个真相曝光的年代，很显然。感谢朋友们。